我们走白衣开啊，他说要我们有啊，黑色外套男子和白衣男双方你一言我一语，在路边大吼大叫，互相呛瞎，谁也不让谁。遛狗没有带牵绳，狗冲过来咬我的狗，我把狗移开，他就抓我脖子。你的狗是咬到我狗，我是要把它移开。黑衣男录下整个过程，怒斥对方遛狗不带牵绳，放任狗狗咬自己的狗，只好用脚把两只狗隔开，也告诉对方遛狗没有牵绳是违法的。但是对方认为黑衣男有踢他的狗，他怎么吼？你说他有猎到了？牵绳嘞，牵绳嘞。结果到最后，白衣男因为没有带牵绳，狗不见了，吵不下去，只好离开现场。东森新闻综合报道。